刘恺威发新年祝福，如今却没有了杨幂。半个多月没露面的刘恺威更薄了。而提到刘恺威，最容易让网友想起的关联事件就是妻子杨幂以及上次的夜光剧本事件。夜光剧本已经各方澄清，而跟杨幂的关系始终没有哪个娱记爆出来什么大锤来。最多的猜测也仅仅是很久没有一块过节，没有拍到同框的镜头，没有一块照顾小糯米，没有在杨幂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但从这些所谓的细节来看，似乎某些情节跟网友骂霍建华林心如的起因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霍建华林心如结婚没多久，况且林心如目前待产，不然盛传离婚的肯定也有霍建华林心如。因此刘恺威的微博下面必有关于杨幂的评论，这次也不例外。不管是不是抢占热门，有没有黑，这样的出现对于不少人来说就像眼中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原本是夫妻的二人被传言离婚，各自的粉丝也开始互相攻击，就算是在评论里也会开启互撕模式，不给对方丁点颜面。邓文迪与21岁男友度假被拍阳台大秀完美好身材，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组邓文迪与21岁男友在 ST Bucks 度假的照片，图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而男友赤裸上身，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1月3日，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组邓文迪与21岁男友在 ST Bucks 度假的照片，图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而男友赤裸上身，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邓文迪小男友手机不离手。邓文迪21岁小鲜肉男友身材好棒，两个人都很养眼，从背影看不出两人的年龄差距。53岁毛阿敏登台现场脸型圆润身材姣好。近日毛阿敏，你知道他的名字跨年演唱会在上海举行，在粉丝的热情呼喊中，毛阿敏以一袭华贵的黑色礼服亮相上海大舞台，没有任何嘉宾，他将经典歌曲一一唱来。毛阿敏又唱又跳，活力十足，虽然脸部略显圆润，但身材依旧姣好。近三个小时内，现场响起烛光里的妈妈、天之大、渴望、绿叶对根的情谊、诺言、亚洲雄风、神的传说、丢手绢等红遍大江南北的金曲以及电视主题曲，并引发全场大合唱。他坦诚老歌能引发观众共鸣，让他们全身心释放自己，所以他决定一首新歌都不打，留待其他场合再唱。从艺31年的毛阿敏曾许诺将奉上一场开开心心充满希望的演唱会，如果听了苦情歌渴望哭哭啼啼，我负责把大家逗笑。果然现场他与粉丝互动频频，你们想我吗？我本来想唱足五个钟头陪你们一起跨年呀。他以上海女性的风情逗笑全场。对于歌迷来讲，毛阿敏这三个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从一唱成名的思念到万人空巷的渴望，无论你处在华语音乐的哪个年代，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曾听说过他的名字，听过他唱的歌。想想一下，每当电视晚会毛阿敏穿着礼服出现的时候，你妈会不会喊正在看报纸又或是满脸脸的你爸，你们家毛阿敏出来了？这样的场景似乎在无数的家庭都会发生，而对于这些家庭的孩子也自然都会跟着哼唱毛阿敏的歌曲。如今毛阿敏仍然在唱歌，她还是你旧时记忆中乐坛大姐大的模样吗？
乐坛大姐大毛阿敏、邓文迪与21岁男友度假被拍。阳台大秀完美好身材，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组邓文迪与21岁男友在 ST Bucks 度假的照片，图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而男友赤裸上身，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1月3日，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组邓文迪与21岁男友在 ST Bucks 度假的照片，图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而男友赤裸上身，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邓文迪小男友手机不离手。邓文迪21岁小鲜肉男友身材好棒，两个人都很养眼，从背影看不出两人的年龄差距。